请仔细看我们的荧幕，当你进入了我的平台，看到没有？关注口爱教主蓝剑，给他按下去，互动马上开始。林小如、杨丞琳是追求梦想、热心善良的饭店领班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这就是未来，这就是现在，这就是 family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这部《最后决定爱上你》的有很多精彩的演员阵容，我们的执行长用心，包括了现在很帅的啊王传一，有很多作品。但是我记得他好像是男配角哦，那男主角是谁？哦，就是张孝全呐、啊。张孝全今年哇，女朋友、男朋友电影演得好厉害，入围很多奖。好，问题又来了，哎呀，他到底是什么角色呢？哎，先不管角色，因为他马上要露脸了。来，三二一，露脸。好 ，OK， 露脸之后，我就想知道这么帅，追随他按下去，有没有看到宋杰修、张孝全是知名式的设计师，设计师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说来就来。按一个蓝键，角色的性格、职业，马上告诉所有观众朋友，不用再上网查了啦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最后决定爱上你，剧情到了一颗钻戒。刚刚我们董事长提到了，很多的观众朋友哈，很多的太太看着看着，嚯，这个爽子哦，就是耶，好想买。尤其你看剧中的人物，不管是孝全，不管是陈琳，都为这颗钻戒疯狂。但是问题是，以前你看完之后，各位广告主，你上广告就是你家的事，光消费者买不买也不一定，他也不一定知道资讯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这颗钻戒牵动着所有人的心，包括剧中人，包括电视机 MOD 前的观众，来品味钻戒，给他按下去蓝键，马上出来一克拉的钻戒，他所带的是万宝龙的 Unbreakable 化为来的。好，是的，马上就有资讯了。而且重点是，不要忘记，我们一直强调，这是一个多赢汇流。多赢汇流的赢，另外一个赢就是手机，请看双边的荧幕。手机的简讯已经传到我的手机了，啊，我们的 APP 立刻发简讯给你。